太子妃，这是你做的呀？对啊，在西周啊，女孩子出嫁前一定要亲手编织珠串作为定情信物，太子殿下一定会喜欢的。众人听旨，曹王李明才德兼备，至诚至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恭喜九公主，公主封了太子，来日之后便是大婚之事。哎，小凤，你觉得我五哥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连他还没见过呢。你是马上就要嫁给我五哥的人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见见他。五哥，可算是追上你了。拜见太子殿下。不知这位是？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西周来的九公主小凤，她是李靖后的太子妃，也就是我们的准嫂嫂了。山边小凤，原来是她。船原来长成这个样子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呢。真是天底下最好看的男人。小峰，小峰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瞧你刚刚一脸相思的样子。不是相思病吧？我才见过他两次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明日去静月狩猎，不知可否邀你同去。好呀，这次打猎一定能大有所获。我就是喜欢他嘛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呀。你为何要躲啊？太子殿下，如果我不是西周九公主，你还愿意期望吗？当然。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已经是最大的幸福。夫君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当然得尽兴才好。求求你了。太子妃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连日来一直在寝宫休养，咱们现在过去。启禀太子妃，太子殿下来送东西。送东西？知道娘子体虚，所以特意带了些上好的鹿茸和山参，为你调养身体。还说呢，你怎么问我累不累啊？太子妃昨夜太累了，我去叫人炖碗参汤给你喝，补补身子。夫君，你看这花漂不漂亮？东宫有最好的一片荷塘，今晚亥时，不知是否有幸和娘子同去。好啊好啊，我还没见识过呢。想把这酒埋到梅花树下。没问题，本王在这里陪你。我想喝葡萄酿。你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我今天突然觉得你挺可爱的嘛。本王也是这么觉得。真是脸皮厚。我有一个重大发现。真的吗？